绑定的。有啊有啊，我绑信用卡。绑定的，因为我想要给那个司机小弟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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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再处理就好，我再处理就好了。真的没有。小费。没有没有。交500块给。不要，500块交给我就好了。给小费那去了。是的。给我就好了。给我给他了，选他了。是。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这样，我本来就有绑信用卡了啊。你先绑就好，你先绑就好。多少钱？等一下，他有打折，1120。刚刚主管不是给你500吗？对，他还要给你多少？不用啊，这个你不是绑信用卡了。下车。那你500要还我啊？你500要还我啊？他那是他给我小费，为什么要扣掉？那你帮我再去警察局。好啊，走啊，走啊。我直接去警察局，那我一样跳表，因为你一样在我车上嘛，我一样要收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合理吧？